氢能源汽车以 H2 为动力，配备燃料电池和储罐，但是否也需要电池？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，因为人们经常谈论燃料电池汽车，就好像它们与电动汽车完全无关。正如传统的内燃机动力汽车需要电池一样，燃料电池汽车也需要电池。即使氢燃料汽车通过燃料电池产生自己的电力，仍然有必要以小型高压电池的形式存在缓冲。燃料电池的电力难以控制，因为燃料电池的反应速率并不完全平滑。也就是说，当驾驶员使用加速器时，重要的是反应要平稳且线性。为此，使用了与电池电动汽车相当的电子控制系统。至少，丰田 Mirai 和现代 Nexo 就是这种情况。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电池容量约为 1.5 千瓦时，很小。总体而言，氢能汽车仍需要小型电池的原因有很多。这些原因包括电池用于燃料电池汽车。为了让车辆保持动力，即使燃料电池启动时它也可以运行，因为燃料电池必须达到50摄氏度才能开始发电。因此，在温暖的天气里会有短暂的延迟，在寒冷的天气里会有稍长的延迟。为了驱动气泵，加热燃料电池并开始反应。例如，在丰田 Mirai 中有一个20千瓦的气泵。为了提高车辆的油门响应，因为燃料电池需要增加空气流量和 H2 才能产生更大的功率，提高再生制动能量的效率，为车载电子设备供电。尽管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使用 H2 内燃机运行氢燃料汽车是可能的，但使用替代技术，电池可能为快速启动和其他目的提供最实用、最实惠和最有效的选择。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，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，立即注册，在 HFN 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。